大家好，又来到了非常爱拖更的大号周小伟的频道。今天替大家放一首轻音乐，唱什么我不知道，继续看下去。干了。冬天伴随着静谧的溪流，一只狗跟你一起钓一天。Peekaboo. I know you feel this movement right here. You just be vibing real. 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大澳洲小伟的频道。我跟那里偷跑初一啦，要卖干了啦。要卖干的啦，够拍到的啦，都没水，完全没水，那个溪水哈，完全干掉的感觉，超难钓的，实在是难钓。但是哈，今天越是奇怪的天，越有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哦，这个 fine spec， 哎，这字体全部颠倒啊，不要紧，凊彩 fine spec， MH9100。哦 ，MH9100， 青菜。今天露脸，今天用这种非常鸟的，而且也连耳盒都没带到，连耳盒都没带到。那我们今天先聊一下，我今天钓鱼的方式是怎样子？就基本上那个这种平缓的地方，我们今天先诱钓，让鱼集中在那个位置。但基本上你要闪哦，有一些鱼不是苦花，你看到在翻的很大片，那个都是梗鱼，啊。不过你看到有苦花靠近的时候，你要在边微挑逗，轻轻的挑逗，它就轻轻的一拉，你就就上来了，你再不上来，会不会等不及你的啊？很多只都勾到一点点，一点点嘴边而已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上大尾。今天基本上三尺的，哦，三尺。不太会抓。四十花，狗在，狗子，0.8号线，不腐烂啊，真的，0.8号线，这么细，0.8号线，零号钩，不倒钩，四十花，一进到底。松大啦，哦 ，fine spec， 这真的是太恐怖了，靠，太恐怖了，哦，四十花啦，我你看，这个 fine spec， 哦。夹落啊呢，真正夹落啊！光肉的地方就有3435了，哦，这不会溜，有点壁雕了哈、哦。你看这边有点壁雕，如果没有壁雕哦，这一次很恐怖，五指，哦，这边两指，到这边三指、四指，这边有点高背，五指，哎呀！塞，好。
这样子以后上瘾了，上瘾了。哇，零点八号线，零点八号线四十花，来啊啦，来啊啦。放掉了。先放四十花了。够粗的啦，三十四的，毛皮啦。我拍谁？刚那一只35，进菜了，反正这个已经无关胜负了。哎呦哎呦，啊，好皮啊！耶、yeah ！今天破纪录了，我终于有四十花了，钓十多年啊，钓几百笑、几千笑啊，无一尾四十的，终于被我拉到了哦，标标准准的尺，标标准准的尺，过年啦，真正是过年啦，无逐工伫过年啊，今仔拄好过年，哦 ，OK， 拜拜。啊，让我当一下帅哥啦！对啊，拢看人扭四十个，我拢无扭过，吼、哦，够爽的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来先来一个大年初一的顺口溜，没有看字幕的哦，来哦，新年新春兔来到，金兔银兔福兔到，兔年发财乐逍遥，事事都如意，兔兔皆吐气，2023年兔年行大运 ，Let's go。大年初一塞车热潮，目前在看金大桥家已经开始分流了哦，白吉隧道。我还去看那个初一的禁忌，初一的禁忌就是不能叫醒在睡觉的人，然后也不能跟那个还没睡醒的人拜年。Oh no！ 看一下，干了，这颗石头都露出来，干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小李关水了啦，没剩啊，我还没钓咧。他问我水量怎么样？大家好，又来到大澳洲小伟的频道。今天捞网忘了带，所以用这个 Shimano 随便捞网，这个
软趴趴啦，旋转收纳硬腰带，然后今天的石头只能用南台湾土拓鱼根的袋子，没有工厂，里面装石头装橡皮筋，这样子来攻克。OK， 然后睡就睡在，连耳盒也没带，所以随便拿个空袋子，把土丝剪一剪，土丝剪一剪，用袋子保湿，放在里面，放在里面，到时候就这样取着用。今天非常困难的，困难，没办法，脑子不好使，没有弄好，没有带齐全。不过天气很好，这样就足够了。OK, let's go. 你怎么那么嗨？啊？你怎么那么嗨？哦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！冬天就会有这种瞌睡期。为什么能够对此地了若指掌？就是经过了数个寒冬，瞌睡。我下西床，郑和下西洋，我周小伟下西床，不下数十次。所累积的对地理环境的了解，这一颗大木头终于没敲鬼了。哦，有西哥了，来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来一只大只的，给我瞪下去！我正开启我的 GoPro， 看它在水里面瞪啊瞪瞪啊瞪瞪起来。喂，我本来双攻的，怎么变这一只？啊，刚那个整个射下去，而且刀不起来，那到底是什么？见鬼！又退了，退得一干二净。那个水线一直在掉，掉30公分，掉40公分，不是鱼体啊，而是退的水线。卖嗲生醉了，老铁，你这一招是人形拱桥吗？有没有精通狗语的，知道他到底在干嘛？太可爱了。啾啾 ，I love you。这种有头花的狗特别聪明，但也特别蠢，不知道在想啥，就是犯傻犯懵。就像我开头 open 的时候说的一样，它就在潭区里面，等着你的诱钓，诱钓，诱一点点的饵料，它还不一定理会你，只是先call它的外国朋友梗鱼过来吃吃吃吃吃，直到梗鱼吃差不多的时候，苦瓜就来了。我这软趴趴的网子，我行到被害就会杀得过。Getcha， 抽回来了。呜呼！
头上岸，不然太危险。哦呀！哇！太凶猛了啦！太凶猛了。Heavy Metal 死亡摇滚甩头大苦瓜，足足30公分，他是不会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一刀未剪。为什么我有这番想法？因为刚放水喽，刚放水，鱼的活性突然下来，而且我有。弄一个绝招，在渴水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打底打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一直没告诉大家，就是渴水打底，等出水后，这边形成耳像，而且是底层的耳像。哇，今天有听到，以后你钓大苦瓜就特懂了。你深知这里会渴水、关水、见放、大放。那你就可以掌握四个条件，在渴水、关水的时候，看完地形，深沟处铺下你的饵料，它不会飘走，它会沉底，感觉是气沉沉的。等到待会的时刻，慢慢的水流动了起来，它的饵像不会带太远，但是它会增值。你原本的饵像只有好一公尺，它可能放大个10倍，高没有啦，有点夸张，放大个3-5倍 ，OK， 就变3-5公尺的长度，这样子在蔓延，而且它随着水流，它永远在底层，饵在底层滚，那该有多美好就有多美好。OK， 现在你看中鱼了，哇，捞起来。Happy birthday！ 哪有每天在过年的？但今天后面还有更精彩的，继续看下去。
哦，0.8的线。哦，四十花来啊！要修，0.8啦。0.8，哇，今天都要去走的，哈哈，啊，我你嘞，我今天爽快啊，哦，这尾应该有40哦，啊，你看，哇，小恐怖的，哦，小恐怖的，哇，恐怖。我刚刚是恐怖，哦，我刚刚是恐怖，我刚刚实在有够恐怖，恐怖。我说实在有够恐怖的，恐怖啦！啊，我真正无拄过这大尾哦。都跟这大尾，要修啊！哦，是石花来啊！我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，我什么都没准备的。修憨呐！我想说，奇怪，这条。拉力太不一样了，这个拉力根本不是正常的拉力，你知道吗？非正常，它整个就是非常夸张层。来来，这一定要拍好来，这不翕好哦。就很可惜了，不好拍啊。
来这里。来吃好了啦，哦。新年到，我的财神爷。四十花，五仔，五子，0.8号线，不腐烂啊，真的，0.8号线，这么细，0.8号线，一号沟，五道沟，40花，一进到底。好，今天的渔获。有点惊人，主要是这一只，我准备40花，哇，这个是四十灰，哇，看，超粗的啦，哇，四十灰，那一条30个。刚刚不要搓啊吼，我搓啊，四十分够搓呀！四十分，哇，天哪！我毕业了。毕业，这个超三十，30个，3尺，这真正枯花，树够大呀，够大呀，够水的，哦，准备给它放牛了，我们钓鱼哈，就是这样，生生不息啊，好吧，生生不息啊，超漂亮的，生生不息的，四十块，放掉。34的，我拍谁？刚刚那只35进菜了，反正这个已经关神父了。哎呦，啊，好皮啊！感谢一直以来帮助过我的人，还有愿意上钩的鱼，我一条一条的目送手放，让你们回家，就是为了见证跟相遇这一条40正40苦花。谢谢你 ，I love you。塞车，我又还在塞车，我的天哪！钓个鱼而已，从早塞到晚。